说新闻，看门道，深度解析新闻，挑战事件真相，请听 POP 撞新闻。听众朋友早，欢迎收听 POP 撞新闻，我是黄青龙啊。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的3月20号啊。我想我们撞新闻啊是一个专门啊要谈论两岸跟国际议题的节目啊，所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9点啊，那么为您这个整理啊这个整个近最新的啊国际跟两岸的一些议题啊，可以说是撞一撞国际新闻，两岸新闻也撞一撞您的思维。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大家会注意到啊，因为昨天3月19号啊是我们的这个陆委会啊，我们的主委陈明通啊，他正式的宣誓就职哈。那可能不止他，因为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李大为，外交部长吴钊燮，刚讲到陈明通，还有国防部长这个严德发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国安团队的这个啊这个四个角哈，国安会的秘书长、外交、陆委会跟国防部长啊，都在昨天宣誓就职了哈。就也就是说，由蔡总统所主导的最新国安团队已经正式的成型。说巧不巧啊，同一天，大陆的这个涉外的啊，特别是涉台涉外的整个的这个团队啊，那么也正式发布了哈。那这里面呢，这个大家所瞩目的是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啊，这个名字啊，这个我想在这个媒体上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他是之前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联合国的全权大使哈。那另外呢，就是外交部长这个王毅啊，那升的这个国务委员哈。那王毅之前担任过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啊，那他同时呢，也是老外交官出身，当过大陆的这个驻日本的大使啊。那一般预期啊，他将会成为大陆中央的这个对台指导小组、领导小组的这个秘书长啊。那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原来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哈。那么这一次并没有如预期的晋升为国务院的副总理，那而是呢，这个可能一般研判他可能会担任这个中央外事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位啊。那杨洁篪呢，以前当过这个驻美大使哈，那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外的这一部分呢，还是他的角色啊。那当然上头啊，在这几位人士往上摆的话，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岐山啊，这个他是副主席啊，那么这个将来应该会在对美哈、啊、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好，那么两边的这个应该说这个人事啊，那么今天正式都已经摆开来了哈。那这个摆开来，当然时间点是有点巧合哈，但是在这个巧合当中啊，它其实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必然性啊。这个必然性就是说，现在呢两岸的关系啊，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了。那么这个新的局面呢，需要有新的团队新的思维来面对啊。从大陆来说啊，从去年19大到这个今年的两会，是它的中央的整个这个所谓的治国团队的一个部署啊。那么从台湾来讲，今年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可以说啊，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态势啊。那当然也传出来啊，这个双北论坛啊，这个因为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来台湾，可能会卡住哈。那这个问题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跟台北市长的选举也是有关系的哈。这个我们有机会找时间再来谈哈。那不管怎么说啊，两岸的新的情势已经架势已经摆开了啊，那后面呢、啊，我们将会有一连串的很多重要的分析。但今天呢，我们今天特别要跟您谈一谈这个两岸的财经啊，跟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问题。今天邀请到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将在我们下一段节目当中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做分析。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请谢金河董事长到节目中来。POP 撞新闻。好，欢迎回到撞新闻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黄青楼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那我想金河兄啊，也是知名的哈，这个财经趋势专家，那么经常在各方面有很多的这种重要的评论受到他的关注啊。那么非常谢谢金河兄今天上我们节目。
已经在问候一下好这个我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是好就是我想这样子齁，最近当然大家关注从中国大陆的两会啊到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很多的一个所谓的贸易战跟这个所谓打出台湾牌啦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在之前呢请了很多在政治领域的国际战略的专家来分析这些问题啊。那今天要特别借重您的长才啊，我们谈财经跟投资面的部分啊。特别是现在啊，中美贸易战啊，真的是方兴未艾啊。那么，外电报道说，可能本这个礼拜内啊，美国就要对大陆进口来产品来课征这个总额啊，可能高达600亿美元的叫广泛关税啊。这个是继之前的这个钢铁跟铝材的这个关税啊。那另外当然背后呢也可以看到啊，因为包括这个川普啊这个否定的这个双通的这个并购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的这个白宫里头啊，从首席经济顾问到他的这个贸易代表基本上都是鹰派啊，对中国来讲已经队伍已经思想统一了哈。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哈，您帮我分析一下，就是说他会发展以及对特别是对台湾的影响会怎么样呢？好了，这个其实你看川普的路线，对，在 Peter Navarro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在川普当选的之前啊，对，我大概就把这个 Navarro 的几个著作啊，大概都看过了，看过。那现在基本上来讲，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包括 Gary Cohn 哈，科恩的下台，对，或到 Tillerson。对，最初的下台。那么大致上来讲，比较跟中国和善的这一方啊，看起来是逐渐的被川普点出了他的核心。对，而这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Navarro 在这个 Death by China 这个书里面啊，对，他具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他认为说这个贸易啊，跟美国跟美国有重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要跟美国协商，逐年把贸易的金额。要缩小啊、现在中国大陆你看到他2015年的时候呢，他的贸易总金额顺差对美国是2610亿美元。15年的时候、在去年呢、2785亿美元，所以换句话说又创新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按照 Navarro 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他一定要求中国把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好，第二个就是你看到 Navarro 在这个 Death by China 里面啊，对，他认为中国借着8项不公平的贸易的对策，对，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他说美国如果大家贸易条件这个游戏规则公平的话呢，那美国可以跟别人竞争，但是中国他提到包括用特殊的低关税，或是用汇率的操控，或是用低的健康的标准哦，是，他有8项，而这8项当中啊，他都是冲着中国来的。如果你把那个 Death by China 这个书啊一看，他不是火辣辣的，他对像西屋电器啦，GE 啦，Caterpillar 啦，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陆设厂，你看到他去骂那个 GE 啊是非常严厉的，他说 GE 在中国设了50个生产基地，这个10几个研发中心，他说在中国雇佣25000人、而且他这个把这种智慧产权，把特殊的 know how 卖给中国去磨砺，对，这个已经讲的是非常非常露骨了哦。所以这一次 Navarro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 Gary Cohn 这次下来以后了，他其实对就代表他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有一条完全他占上风了，所以这是一个鹰派主导的贸易的架构。是，好，从这个地方出发，你看到。现在的钢铁跟铝材的这种贸易的关税哈，的课征是川普是很有弹性的，为什么？他选这2项啊，其实在美国的产业的结构里面，它比重是非常低的，很小很小，所以他用这个来牛刀小试一下，对，而且他很有弹性啊，他告诉你说，现在我把这个刀子举起来，你都可以跟我协商啊，可以谈判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到他隔壁的邻居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啊，对，第一个他先豁免，提出豁免，第三个豁免是澳洲，那现在呢，他也希望欧盟啦，这个韩国啦，日本啦，我们台湾不是台湾也想去了哈，就是说他来谈判，大概都有豁免的机会，但是这些豁免其实最核心的对就是中国哈，所以你看到在上个月的这个川普的国安会议里面呢，他已经。把中国跟俄罗斯啊列为敌对强权，这个敌对强权，他就认为他用特殊的这个经济手段违反公平竞争哦，来削弱美国的国力哈，是，所以
这个时候其实他在国安会议里面的第一篇报告啊，对，把中国跟俄罗斯列为敌对强权，是，这架势摆得很明白哦。嗯哼，所以这个一路走到今天为止，你看到台湾旅行法那个是川普战略其中一环嘛，而且我觉得他精心设计那个时间点啊，2月28号大陆公布31项对台措施，参议院就通过了，然后3月17号人家在办喜事啊。人大这个全票通过习近平当国家主席啊，连任国家主席，川普就签了，而且发表了，他是非常直接的啦，哎哎哎，所以包括耶路撒冷的首都哦，是这个他也是非常直接，就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干的 啊，所以台湾在这个事件上其实我觉得在中美就像大象在博弈的时候呢，台湾其实你只能在旁边看，对，在旁边看的时候你也不要随便出手齁，去乱喊齁，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个点上啊，小英总统到目前为止啊，他绝对比阿扁在那个时代可能要相当稳，相对稳健，他从来不会口出恶言齁，那尤其你像碰到川普这种大拉拉的人，即使台湾保持这种克制忍耐，我觉得对台湾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产业面的部分呢，比如说如果贸易战啊真的启动啊，大家预期说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一些报复手段，是不是这样子？现在这个报复手段，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凭借大概就是他对美国的债券齁，现在是1兆160亿嘛，对，那这个1兆多的美元的这个对美国的债券，中国如果拿出来抛售，他在二月份大概卖160亿美元、所以就这个已经是牛刀小试，那这个卖下去呢，美国的债券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现在比较大的法宝，但是我觉得川普是谈判能手，他不是真正说要一时计分的齁，是，他基本上来讲他一定是拉高价嘛，就把那个谈判价势拉高，拉高以后呢，他比方说现在中国现在对他贸易顺差这么庞大，那他很可能要求你先降低500或降低1000齁，那这个时候呢就大家来谈判嘛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现实政治当中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过去的领导人大家都是迂回过招，现在是非常直接的了，那这种直接拉高价嘛，然后直接谈判，我觉得是一个就会有个感觉啊，以前都是这种温良恭俭让型的齁，正经的谈法齁，现在是痞子对痞子啊，有那么一点那么一个味道啊，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 Navarro 他对中国的这个他的整个经济的体系齁，简单说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党国体系啊，你这个党国体系我来跟你用一般的规则哈，我是不公平的，你后面政府给了一大堆的政策，用了各种手段，可是我作为一个美国的这个市场透明化的一个市场，我不可能政府对企业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跟你就根本简单说我跟你用一般的方法没有办法公平竞争，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对这不就是痞子的观点吗？现在对美国的社会来讲，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说他在2000年的时候让中国加入 WTO， 对，那美国的社会都认为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呢，它加入了社会国际社会经济体系里面，中国会走向民主化，然后呢这个融入国际社会体系里面，现在一发现了不是那一回事了，就是说中国更集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现在它的管制力道啊，不断的在增强，所以美国在竞争的时候它难免会讲，比方说 Google 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发展，或者 FB 它几乎全部都封锁，对，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它畅通无阻，但是呢这个中国企业到美国畅通无阻，但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寸步难行，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国经常在想这种对等，这种对等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如果说中美双方的博弈当中，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是一个智慧财产权，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啊，从来没有遵守过，对，那如果美国强力要求他遵守，那对中国经济来讲他所带来的这个压力是会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如果你要跟国际接轨，你一定要回到智慧财产权，你看到中国大陆有各地对仿制品山寨各种山寨，那你在经济发展的初阶段，走过这样一个这个过程，现在你如何回到正常化，这个是中国在下一个经济发展当中一定要去思考的，也就是说美国基本上如果用文明的这个竞争，他要你回到智慧财产权，那贸易政策呢，如果将来你可以到美国来发展，那我同样希望最惠国待遇，
我的产业也可以到中国发展，那这个是中国将来在整个调试过程里面他一定要面对的。那贸易的这种条件齁，现在就是说双方都有优势有劣势，所以不可能美国完全占优势，所以我觉得贸易本来就是一种谈判的过程，就是说这是比较利益齁，所以中国有中国的强项，对，美国有美国的强项，这个时候呢双方一定要透过谈判的机制，现在这种贸易制裁那只是挥起大刀，他不是会真砍，那真的砍下去呢大家就见骨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川普他一向擅长在这种谈判的游戏当中去找对美国有利的位置，但是有一个要非常注意的就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崛起现在开始有焦虑感，也就是说美国过去是世界的霸主，现在看到中国开始要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它变大了，而且它掌控世界的时候，美国人我相信在现在所有的环境当中，他认为最有威胁美国的国家当然是中国，所以他一定对中国要有一些手段，所以这是川普最重要的核心战略。是明白。那我想这个里面哈，代表的就是说美国整体从上到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川普的政策的出手啊，也是有一个美国社会的背景了，他并不是纯然是个人的所谓的狂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啊，就刚刚这个谢董事长的一个分析啊。那当然在这种情况底下，两大之间难为小啊，刚刚讲到我听他描述的现在两强之间的这个争斗啊，有一点像我们要躲在这个巷子底下，上面咻咻咻的一直在打啊，我们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啊。好，那讲到这个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资本市场啊。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证监会啊，现在在传说他们准备要修改办法啊，要希望啊能够把一些早年到海外去上市去集资的这些网络科技的这些巨大的公司啊，能够吸引回到 A 股来哈。现在出现那个叫 CDR 这个叫中国依托凭证哈，我们过去台商有一些有叫 TDR， 我们叫 ADR 啊，台湾是那到美国 TDR, 到美国是 ADR 啊，像台积电嘛哈。那我很有意思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啊，我那天看到香港港股啊立刻大跌哈，立刻大跌。那这个当然大家主要是关心的就是说，一个是包括一些独角兽的这个企业哈，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那么这个根据这个一个特优的一个办法就回到就干脆就在 A 股上市了哈。另外就是像阿里巴巴现在在美国哈，像腾讯在香港，那他们会不会开始用这个这个 CDR 的方式啊回到这个上海来哈，那这个对全球资本市场啊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现在这个 CDR 的话题最近在香港非常的热，非常的热。那基本上来讲，这个中国证监会啊，要求在外面挂牌的这些公司啊，像阿里巴巴、腾讯，对，这个大的，他们都能够回到中国去挂 A 股啊。是，这是一个重要政策的宣示啊。这个宣示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掌控力，就是说，你中国大陆在过去早期啊，我拿到别的国家上市，对，我就可以把钱挪到境外嘛，所以阿里巴巴当然有很重要这个考量，也就是说，在大陆你赚到钱，如果没拿到外面都不是你的，出不来，这个国家暂时你把钱暂时交给国家保管嘛，所以你看最近吴晓辉啦，肖建华对，他们重剑落马，大概这个企业就结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很长时间，像马云他们把那个阿里巴巴放在美国，当然很重要。一个就是一个在资金上的一个考量，马化腾放香港，那现在对中国来讲，他希望这个企业呢能够回到中国，这个对方便股权的控制，这是第一个重要考量，也就是说你这些企业长大以后呢，你不要跑了，所以能够让他们回归到 A 股，这是重要一大步，那回到 A 股基本上有的最直接，你从比方说阿里巴巴，你叫阿里巴巴直接从美国下市，然后到大陆去挂 A 股，这是一条手段，那比较迂回曲折当然就是用 CDR 的方式嘛，这在中国的存托凭证嘛，存托凭证，那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就比较缓和。那香港为什么会受到冲击很大呢？就是过去香港有足够的，因为它资金控管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它自由进出，所以大陆很多的资金可以到香港去挂牌，那现在如果通通回到中国的话呢，对香港的筹资跟香港的资本市场，这个影响当然是首当其冲，所以上次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像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原来他们只在香港，后来全部都回到 A 股了。对，一回到 A 股以后呢，其实那个股价从此就跌了很久哦。所以现在香港看到这个讯号以后呢，这一些大型的公司在外头，比方说，现在在美国呢，可以大概挑几个重大大的，最大的现在是阿里巴巴，对，往下看是百度啊，百度之后是京东。京东之外呢是网易，网易后面包括携程网这些，对，他们大概有十几家哦。那今年看起来，这个从美国什么样的方式回到这个中国去挂牌，叙利亚的形势，阿里巴巴是最重要的一个样板，指标就是说它是最重要的指标。香港最重要的指标当然是腾讯、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进程这样一直推的话呢，大概陆续来看，将来在外头上市的中国的大型企业，对，最后大概都会以叙利亚的方式回到中国去挂牌。那这个我想，这是中国政策宣示当中啊，必然要走的路。这个对香港它作为一个在大陆对外的筹资的中心来看，香港的地位当然会受到一点影响，就是等于是弱化了港股，也就弱化了香港的金融地位，对，是一个这样的态势。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啊，继续来跟谢金河董事长啊来请教，特别是台企啊，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到上海 A 股上市，这里头有哪些问题要衡量。我们休息一下。创新闻啊，我是黄金龙，欢迎回到 Pop 创新闻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的来宾啊是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哈。金河兄，这个大家最近都谈到鸿海啊，这个 FII 啊，这个叫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啊，到上海 A 股啊，说他创了一个记录啊，三十几天呐、叫做光速哈、光速通过。那一般我所了解的，一般都要一两年、两三年哈、而且中间还要找很多人去拜托的哈、结果他这么快就上去，这当然一方面是大陆现在对这个工业的发展哈，它的升级啊，在政策上有给予辅导，那里头当然也因为鸿海是台湾的企业了哈，这个背景可能都有关系啊。好，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台湾的资金资本市场造成一个磁吸效应，也就是说纷纷响应的问题。昨天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就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你跟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它当然会造成一个骚动嘛，比方说现在富士康35天、能够顺利的挂牌，第一个大陆的媒体啊，对这个现象他们很不满，他就说我排很久了，我排很久，怎么你可以抢在我前面？你看大陆那个有名的滴滴啦、美图这个，对，我说他们其实在大陆也是知名度很高啊。那这个现在证监会讲说是国家政策，所以他对独角兽啊，四大独角兽吧，生物科技啦，互联网啊，这个云计划啦，包括高端制造，鸿海 FI 大概是高端制造，高端制造，对，那基本上来讲，郭台铭这次是大陆对这个郭董事长很重要一个示好的动作哈、那大概他也是搭了这个顺风车啊，那 FI4月份挂牌的话呢，它对未来台湾的资本市场，它影响一定知识体大。第一个我们要看这家公司啊，它去年的税后净利大概是158亿人民币哈、那营业有3546亿。如果按照大陆现在的估值啊，给它60倍本益比的话，它大概会到6000亿人民币啊。6000亿啊，那比现在鸿海的大了，比大很多啊，对不对哈、那这当中就还有一个很值得省思的，如果他知道，他有可能30倍本益比，有可能40倍本益比，50倍、60倍，他创造的本益比的倍数不同，他会影响他的市值，这个市值当然会影响鸿海，为什么？FI 到目前为止是鸿海的切割出来的子公司，鸿海有85%，对，如果你看，如果果真啊、FI 在上海挂牌之后呢，它可以到6000亿人民币的话，那鸿海基本上85%就价值2兆7900亿啊，那鸿海在台湾现在只有多少呢？1兆6340亿啊，这个就不太相称，就是说，这看起来好像鸿海没有充分反应应该有的价值嘛，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们要去思考在 FI 在
上海挂牌以后，嗯，它到底会对台湾的鸿海，嗯，造成什么影响？嗯，那这个礼拜我就要求我的财讯的员工啊，嗯，我就读仔细啊，去读那个招股书啊。为什么呢？台湾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去读那个招股书、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啊，对不对？大陆的这个投资者，那这个招股书里面啊，其实嗯，大家非常小心的，一个就是说，嗯，富士康这次他要在上海挂牌，嗯，他等于是脱光衣服全身检查的啊、哦，所以所有的项目，嗯，所有的这个财务报表，嗯，他是完全揭露的、嗯。这个完全揭露里面最重要一个大家要非常注意的，他把所有他鸿海过去很多人财报看不懂，为什么、嗯、他没有充分交代关系人交易啊、哦？这一次 FII 把所有的关系人交易都斩断了啊、哦嗯，所以这个斩断以后呢，还有一个呢，他挑项目。嗯，换句话说呢，他能够在上海快速通关啊，嗯，大陆当然是挑他要的，好、嗯，不要的就、嗯、丢给鸿海、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说，嗯，鸿海过去营业额这么大，嗯，他经过这个分割以后呢，嗯，将来如果没有关系人交易要交代清楚的话，嗯，那鸿海的营业额很可能会开始大幅萎缩，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变成 FII 体质非常好，对。但是母公司剩下都是残兵败将的项目。他挑回减瘦以后，他把那个、嗯，比如说我要瘦肉，我挑走了，嗯嗯、肥肉留给台湾哈、嗯哦。所以将来鸿海、嗯、FII 上市以后呢，嗯，他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嗯，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也就是说，嗯、我们现在当然还不知道后面会什么发生什么状况，但是如果从招股书当中，嗯，他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征兆。这个是 T 加 A 的哈、啊，其实 T 加 A 一般来说是要求说要斩断他的一个利益竞争关系哈、啊。对，那会不会出现说有一天甚至鸿海在台湾下市的问题？我想鸿海不会下市，但是鸿海最可能他会变成控股公司，就是投资控股公司，啊、投资控股公司，也就是他转型、嗯，因为台湾现在在转型的投控的像汉磊这种、哦嗯、这个大连大这个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嘛、哦嗯、所以我想鸿海很可能会蜕变成投资控股公司、嗯嗯嗯、那投资控股公司有它的估值啊、嗯、大概打八折，所以这个就是对鸿海的股价、嗯、我最近一直在观察，就是说、嗯、去年啊这个麦格里的张伯凯、嗯、发表一篇鸿海的报告，嗯、这个报告220页，嗯，那个是创世纪的，你从来没看过这种佳作，就是说对，在外资报告里面把鸿海的经营把写得这么清楚，然后呢，嗯、他给鸿海一个定位叫做“明日世界资源整合者”，嗯，这不得了啊，嗯，嗯所以目标价呢200，嗯，所以当时大家看到这个张伯凯这个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啊，嗯，我认为这是鸿海股价最可能挑战200的千载难逢好机会，为什么？他、嗯、到200以后呢，嗯。这个鸿海的市值大概就3兆齁、哦。嗯。这个三兆对鸿海在全世界它等于说100亿美金起跳。嗯。那它架势就不一样了。嗯。但是这个后来我们都看错了，为什么这个出来之后呢是有人在卖股票啊。去年一年大概外资到现在为止卖超鸿海超过100万张。哇，完了大概是所以股价的掉大概六滑梯了。股价大的跌到86.1块。嗯。所以它没有往200方向走，反而跌破100。嗯。那这个我看起来鸿海的股价这个就是鸿海在去年唯一有机会挑战200就在那个当下。嗯。啊这个时候它没有变成一个助力，反而变成一个我不知道股票是谁卖的，最少外资卖的将近100万张。嗯。这是非常活生生的事实。那大股东里面卖我们不得而知齁、哦。但是鸿海在经过这样一个这个100万张的杀盘之后呢，股价掉了50%啊。嗯，它从122.5块杀到86.1块。嗯，所以这个转变对台湾的鸿海，嗯，重新要再挑战更高的市值，我想机会已经没有了啊、哦。是，那这是鸿海就有一个大企业的一个观察了哈。那如果就投资人个人来说 ，FII 你觉得看好它的一个情况，我们台湾投资人有机会来认购吗？台湾的投资人本来要在大陆去。要亲自开户哎、欸，亲自要去大陆开户啊！是郭董这次摆出来都是很诚意的样子。他不是要小股东吗？那他是嗯，郭董原来他一片好心嘛，他认为说、欸、这个打台湾去大陆参、啊、去抽签、欸，到上海去抽签很容易啊。欸、他不知道你要亲自跑一趟啊。欸、那现在、嗯、像他在骂那个福邦啊，嗯、他说对对服务不利啊，对不对？对 对, 对，那是。两岸现在还有一些限制嘛，嗯，大陆有些它的规定啊、嗯，所以你不能说
我直接跨海，我就可以到上海去开户啊，现在不行啊，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过程。郭董展现高度的诚意啊，但是这里面很多环节还没有克服啊。明白。那会不会有这个其他的台企哈？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就是说现在在 A 股上市的哈，像 FII 这种就是 T 加 A 的，大概有四到五家哈。然后另外有一些是存在大陆的内陆的这个，就是在台湾没有上市的大陆企台商企业，大概有二十几家了哈。但现在因为鸿海 FI 这个例子一出来，现在有传说啊，有一些企业在台湾的企业想要比照，这个您的了解怎么样？第一个，南桥的陈辉龙他已经、他已经公开讲了，第二天立刻宣布，而且召开临时股东。陈辉龙也有点条件了、啊，他在上海的产业，他马上跟进了哈、但是大家要了解，第一个你不是郭台铭了、所以大家认份哈、也就是说像郭台铭这样，人生而不平等，大概就有一个了哈、那后面你、你想一想。大陆现在在 A 股排队的公司，对，何其多啊！是，所以台资企业如果每个都要比到郭台铭、我看大陆他已经会翻桌啊！哈，这不可能每个都比较郭台铭，这是大家一定要有的认知哈、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要一个认识，就是说、不同的产业啊，它在不同的市场，它都有生存的空间。是，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啊，大陆本益比比较高、你就可以。赶到大陆去挂牌齁、这个本益比高是一时的啊，为什么、最后还是要你有竞争力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来，像鼎新电脑，它最早齁、在台湾它是鼎，它有挂牌啊、后来它在台湾下市，它就到大陆去挂创业板、所以它现在改名叫鼎捷软件、大陆的代号是300378齁、它股价最高涨了138.5元欸、在软件的、在 A 股在创业板啊、人民币生技创业板，你看、它涨了138.5元，这个本益比多少倍呢？2200倍，啊、对不对、哦？那这个也太……后来掉了10.7元，十块七毛，本益比还有64倍啊，那还是很高啊，但是未来它能够怎么走，基本上还是要有竞争力嘛，也就是说。你要好公司，你到哪里挂牌，你都有好的这个估值啊。那如果你公司不好，你到哪里去上市，那股价会上去也是一时的了啊、所以我想，台湾的企业呢，要考量自己的优劣势啊、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在人生地不熟，你没有任何地缘的优势下，跑到大陆去挂牌啊、比方说台湾最早期国翔智能啦、晋亿啦，这个他们都在大陆。陆续上斯米克、那些公司现在都不怎么样、真的你挂了以后呢还是本业的问题 你也没有得到 太好的优点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公司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每一个市场它有一些市场的特殊的这个 know-how、像台湾比方说你很多的这个像现在在比台湾的水泥啊，你在台湾挂牌水泥股一定没有用，为什么？我们本益比一定10倍，因为这个传统产业台湾人一点都不青睐。是，但是你发现啊，现在亚尼中国啊，在香港挂牌，它本益比46倍啊、因为中国的水泥的需求正在大建设、这个就产业别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传统产业能够去香港或去。上海或深圳，也许还有可能比在台湾挂传统产业可能来得要好，但是对科技类股啊，台湾有特殊的 know-how， 为什么？台湾对科技股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你挂在这边，每个都认识你。你如果跑到中国大陆去挂呢？啊，人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公司啊！你在几千家公司，你快就淹没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在热潮上，大家看看就好。但是呢，你不要信。我看今天立法委员说有26家在等待排队 A 股啊、你听听就好。为什么、现在在最热的当下、大家心里会蠢动、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先考量，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那个屁股，不要吃那个泻药、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忠告。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跟谢金河董事长再来谈我们接下来台湾的股市啊，还可以哪一些观察的地方？新闻，我是黄青龙，欢迎回到 Pop 撞新闻啊！我们节目现场是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先生。
好，刚刚谢董事长为我们分析哈，这个鸿海 FII 啊，这个到上海 A 股上市哈，对台湾的这个企业的一种影响或者启发了哈，也不能盲目的跟进了，等于是说啊，大陆市场是大哈，但是你也得足够的规模哈。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你的产业的考量也有关系。那个金和兄，我想跟你请教，早些年的时候啊，台湾曾经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希望能够争取在外面的，特别在大陆的台商企业回台湾上市哦。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几年好像不太谈了，现在变成是防止台湾的企业跑出去，不是争取回来，这个叫过犹不及。我们早期也有第一上市跟第二上市，哎，那第二上市叫 TDR 嘛，对 TDR 很多都掉剩一趴的，对对对对，靠死台湾投资人，嗯，那个产生很大的后遗症啊，嗯嗯，那 F 的现在所谓的 KY， 嗯，那样的公司大概66家哈，嗯，那这样的公司它有一个另外的特色，就是说这些公司，嗯，有时候做假账的这种状况频传齁，嗯，所以台湾对这些是 KY 的公司啊，嗯，有一点戒心齁，哦，尤其那个什么晋江出来那几家齁，哦，嗯，现在本益比都非常低啊，嗯，为什么呢，嗯，经常传出做假账的一个余力齁，啊，嗯，所以这个就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戒心，嗯，那这些年这种在海外挂牌的公司啊，嗯，回台湾相对就少，因为他在外面本益比比较高齁，啊，嗯嗯，所以你讲那个 T 加 A 啊，其实，嗯嗯，我拿一个例子来讲，嗯，亚翔哦，嗯，对，他苏州有个亚翔集成，对，这个亚翔集成是当年联电要去苏州盖核建的时候，嗯嗯，他跟去的了，对，那跟去以后呢，他就现在顺势就在大陆挂牌，就那2007年开始就筹划挂牌，嗯，大概要2016年，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我知道七八年，姚董终于啊，姚祖香嘛，姚祖香很辛苦，他终于挂牌了，嗯，那现在。这两岸的这个本益比啊，嗯，它就显著的差别。嗯，台湾的亚翔啊，现在本益比13.5倍，嗯嗯，大陆的亚翔41.9倍，嗯，所以你因为本益比，台湾的获利是比比那个亚翔集成大陆的这个还好，嗯，但是你的市值啊，大概是它的1/3，嗯，最高的时候大概1/6哈，嗯，所以这个就是说 T 加 A 以后呢，嗯，其实对台湾来讲，嗯，有好处的。为什么？嗯，如果像现在来讲，嗯，台湾的亚翔有亚翔集成大概53.9%的持股，那这个时候它最少对台湾的亚翔的价值，嗯，它会显著的上升嘛，嗯嗯，就跟将来鸿海一样，鸿海 FII 一上来之后呢，其实对鸿海是有创造市值水涨船高的效果，嗯，因为如果它真的到3兆台币的话，它85%，你给它换回来。台湾的鸿海当然值钱了，嗯，所以将来股价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会有点反应，嗯，这个是大家可以观察的了，嗯，那但是台湾经过这个回合以后啊，你会发现啊，现在大陆频频对台湾招手，嗯，台湾的金管会啊，嗯，现在很紧张啊，所以你最近看到顾立雄经常接受记者的访问啊，所以大家都给他压力嘛，哎，啊，这个压力以后呢，你就知道他一定要想办法，嗯，也要让台湾的资本市场稍微搔首弄姿一下，嗯，因为别人都在旁边跟你招手的时候，摆摆姿态，你还在睡觉是不行的啊，哦！所以现在他所有的做多的动作，大概全部都出来了。嗯，这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嗯，你最近发现了，啊，美国最近的股灾啊，嗯，股价回档蛮深的哦。嗯，台股这次最高点是11,270点，那这次还有11,000多点了，啊。嗯，台股相对强势。嗯，那为什么强势呢？嗯，我觉得台湾的资本市场，因为一个是一直以来我们已经落后全世界很远的了，嗯嗯，你看全世界大部分的话，除了台湾跟日本以外，都创历史新高，而且跑了很远。嗯，那台股现在在11,000点，基本上来讲，嗯，台股大概有几个优点，嗯，我觉得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呢，嗯，自己稍微肯定一下。嗯，第一个，台湾的公司治理，嗯，在两岸三地我们一流的哈，所以你千万对台湾要有信心。也就是说，台湾在经过这么多年当中，我们的企业的治理，其实我们做假账的事，嗯，偶尔还有，但是呢，台湾在两岸三地，我觉得台湾是相对最健康的哈，所以我们的公司治理表现非常好。第二点，台湾的公司啊，嗯，股息的配发率呢，嗯，大概在全世界最少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哈，也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赚钱，嗯，他一定会充分分享
给员工。嗯，所以你看到台积电去年 EPS 13.23 齁，对，那他配8块。嗯，这个八块其实对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啊，嗯，这个已经不得了了，不得了，对，的确有没有2000亿，2000亿现金哈，对对，所以台湾的这种股息配发率，你看到它一年的，嗯，大概现在股息配发超过1兆台币，嗯嗯，所以你投资一家公司，嗯，你可以让你很安心的长期投资，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嗯，第三个就是任何资本市场都有一个这种相亲特色啊，为什么？嗯，我们在台湾生一世长一世啊，嗯，对台湾的企业我们特别了解。嗯，现在很多人喜欢跨国到别的国家去做别的国家的股票，嗯，啊，基本上你隔一个，哦，不同的国度啊，嗯，基本上你不太容易了解那个里面的各种内涵。为什么？嗯，台股你睁开眼睛就知道那一家公司在干什么，老板在干什么。嗯，你到国外去，哦，坦白讲啊，嗯，那里面你没有长期在这个市场里面经营，嗯，还真不容易啊。是是，所以我觉得台湾怎么样把自己的资本市场治理好，哎，然后能够在全世界能够得到肯定，我觉得是这个雇主委很重要的任务啊。是那个谢董事长对台股还是很有信心的，啊，哈。好，那问题就来了哈。现在大家谈到说啊，这个生技股啊，这两天也是很热啊，就是因为香港哈，他现在对生技股的这个挂牌啊，给了非常超级无限的宽松的条件哈，甚至不用说你时间的长短，成立公司的长短，不用获利，不用什么的，这一大堆哈，都放宽了哈。所以有人在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是台湾的生技公司啊，跑到香港去上市的一个高峰年啊？那这个需不需要担心？我特别跟你讲，全世界对生技股最宽松的国家是台湾，是台湾啊。为什么？我们从那个生技条例到现在啊，嗯，台湾已经有几百家，可是发生了耗顶了之后，是不是我们已经几百家公司，哎，在不需要任何营业额的情况之下，哎，它可以挂牌啊。啊，哦，所以如果你讲生技公司的挂牌，嗯，台湾是全世界最宽松的国家，嗯 嗯, 嗯啊，因为宽松，嗯，所以它经过很大的调整啊，哦。所以你要知道，嗯，这种没有营业额的公司啊，嗯。你本来就资讯不对称嘛？为什么？对，你没有营业有财务报表亏10块钱，嗯，啊，你怎么去稽查这家公司好坏？对，嗯，对，一般投资人是很不公平的了，嗯嗯嗯。所以台湾在过去这段时间，你看到基亚的股价最高炒到486块半，嗯，下来之后呢，剩31块，欸，对不对？耗顶最高炒到775，下来之后126，对不对？那这个过程都是台湾在学习的过程，嗯，为什么？我们在生技新药条例通过以后呢，嗯，给了开的这个门太宽了啦，嗯，太宽了以后呢，这阿猫狗几乎都可以上来。上来以后呢，嗯，本来生技股的投资啊，在美国，嗯，在大的国家，其实他们都是创投在投的，因为很少鼓励散户在投啊。嗯，我们现在是把那个散户菜篮子赶到市场里面去投啊。嗯，投了以后呢，大家损失惨重啊，嗯，所以损失惨重，这两年大概生技股相对就比较投资人不敢碰了嘛，嗯，对不对？嗯 嗯, 嗯。那这几年因为台股已经涨到10000多了，嗯，10000多点，大部分的股票都涨一轮了，嗯。现在只大家一看到生技股躺在地上啊，嗯，躺在地上，它基期相对是低的了啊，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它逢低技术面它也会反弹，这是一个哦，嗯。嗯，那香港我特别要讲，香港就是说，你看香港最近有几家生技公司啊，嗯，嗯，有个代号1548叫金瑞斯，嗯，它是美国很重要的抗癌的原料新药的这个公司啊，嗯，它现在市值多少呢？451亿港币，嗯，451亿港币如果拿来台湾呢，啊，嗯，是台湾最大市值的生技公司，哦，好，那这个你看呢，啊，由于它股价多少呢？嗯，它今年去年啊，嗯，从3.14，嗯，涨到多少呢？嗯，涨到34块港币，嗯，10倍啊，嗯，好，嗯，那你看呢，啊？复兴医药哦，中国生物制药，嗯，还有一个惠民生物，嗯，惠民生物是25块涨到73块半，嗯，还有个三生这个制药，嗯，1530代号哈，哦，它本益比54倍，是香港最近对生技股开始伸出热烈的双手，对对对，哦，那基本上来讲，香港去香港挂牌的生技公司啊，嗯，大部分都有中国做背景，也就是说，这个新药能够在中国上市，然后呢，它有很大的利基所在了，利基所在，所以它可以做大。嗯嗯。那台湾其实我们这几年因为条件太松了，其实很多新药公司才只有一个影子。嗯。那你就给它上市，一上市以后呢，嗯，我如果印股票换钞票，远比我的新药研发还好赚的时候呢，就是正经事不做了。这个当然就做了，我搞股票就好了。嗯。所以生技股最后在台湾一定要经过一个淘汰赛，这个淘汰赛就是你不行的，
你要从市场上去出局齁、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生技公司啊大家都在整合都在并购。是。欸台湾刚好相反我们在分拆欸、我们根本没看到公司获利马上呢他就分拆另外一家公司。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已经摆明了他是在赚资本财而不是在做他研发财。所以台湾其实我们看到别人怎么做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还是强调一点就是说不管什么产业公司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最重要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任何市场去挂牌可以去上市但是如果你没有竞争力你跑到哪里都会淘汰。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齁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谢董事长。就这一次大陆的三十一项的对台措施齁特别是对金融业的部分啊你的观察齁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真的会有那么多金融界的人才跑过去吗这个年轻人啊我本来讲就自在四方。是。我去年到 Google 总部。对。去考察。我后来发现台湾人有200多人。哦 Google, 对对对。他们那里就讲说。对对对对。就台湾人心里你本来就自在四方就是说你要你到哪里有空间你就往哪里发展。我想这个是不能限制的。那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啊从90年代到今天为止没有一天停止过。包括对个人包括对企业。哦这个情况就是台湾我们这几年为什么大家都在抱怨为很多人都跑了很多导连教授也跑了齁、哦、这是一个台湾的发展上的常态、那我想台湾有台湾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台湾本来就是你说企业我们就是这种中小企业的形态是所以凡事拿来跟中国比、你一定会气死为什么你比什么样样不如人齁、那台湾有它的厚度我觉得这个要从你包括个人人才发展我常跟小孩子讲我说我努力让他们身上长翅膀你们要在哪里翱翔然后在哪里降落觅食。所以最重要还是要自己的竞争力啦全球化的时代。李嘉诚天天把这个话挂在这边。是非常谢谢谢金河董事长今天上我们节目啊非常精辟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啊希望有机会再邀请谢金河董事长啊。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收听 POP 最正点。